游戏叫做《罗莎尼亚》，远离敌人，因为他们会马上杀了你。好，使用你的手电筒在黑暗中照亮。好啦，这妈什么屁话、啊？当我第一天上班啊，地方，我油亮油亮的、欸，这些人都站在这边干嘛？And here we are. 没有字幕。Now we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the sad story of Princess Rosania. 我们现在告诉你一个悲伤的故事，关于罗莎尼亚。这边曾经有鬼屋，好像是因为战争的关系，这附近死很多人。She was left alone. She decided to spend some time. 旁边那个不是麦克斯的好朋友吗 ？But unfortunately, surprisingly, the screams and cries of the princess.Can be heard in the night in search of lost love. 反正这个地方就是鬼屋，晚上的时候会听到罗莎尼亚的哭声，哭哭哭哭哭哭哭声，好吗？他叫我下去检查楼下、欸，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啊？这是要怎么点灯啊？我发觉我手机上面怎么有一根啊？还要再下去哦？没有东西啊！啊！啊！有动画哎！我自己一个人掉到地牢哎、欸，糟糕了！我们这几个人应该是来这个城堡参观或者是户外教学之类的。他在介绍说这边有鬼出没，罗莎尼亚的鬼魂，然后我就马上掉到了地牢，真是太棒了，尤其那么亮点啊！哦，有了有了。How I got here？ 我是怎么来这边的？调查地下室。Hello？ Hello？ Can you hear me？ 有人听到我吗？我在这边。下面真的马上有一堆死人骨头哎、欸！哇靠，这个地牢我有来过嘛？以前玩具这是 UE 四的地牢模组啦，我非常熟悉，好像来到了自己家的花园，骑马屋的还可以下去哦、喔！哇靠 ！It's so cold here， 里面好冷。I have to find a way out， 我要找到路出去。大墓穴哦，这地下太大了吧！现在画面你们应该看得见吧？还可以吧？我跟你们看到的其实差不多。这没有出口。No. 哦。It's not possible. 这不可能！开门啊！妈的，怎么回事啊？他就没有路啊！Sir， excuse me， 对不起，先生，你能帮我吗 ？What the hell is that？ 他不见了，然后路上楼，我再跑回去。我东西，哎呦，我会死啊！要抓看。啊！啊他什么这么一做，我就死了、啊。离开，离鬼远一点，你死了，现在重新开始。他什么也没做啊，我就怎样被他气势给吓死哦。这个重新开始是要从故事那边开始哦。不要啊！哦哟。哎、欸，重新开始游戏之后，我发觉这边已经有一个裂缝了、啊。他故意要走在裂缝上面掉下去哦、喔。
铁骑呀，大致躺好，搞笑艺人一定要踩，好吧，敬业。哦，我是不是走错了？从哪下来的、啊？这敌人太多了吧？哎、欸，It's so cold here. I have to find a way out. 干，敌人太白痴了吧？到处都是这种啊！这游戏滑鼠好难去控制这个视野哦。逃过壮汉追击，然后不知不觉跌倒，不知道为什么。这女的好丑。No, 好多动画、哦。Damn it, it hurts. 哦妈的，这好痛啊！啊，完蛋！Get away from me! 啊！我根本都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然后我就又死了。那怎么办？要重玩哦！这家伙是连个肯定都不会做啊！哎呦！到底在干嘛、啊？哦、oh, ，怪不得那个男的一直在看表啊，念太久了，不能跳过了。No, God damn it, it's hurt. Oh, God damn it, it's hurt. 这就是罗莎尼亚啦。No, no, get away from me. 拍了没有屁用啊！他鬼叫的时候我要拍啦！在往下吗？要一直撑还是要往下？太难了吧，这个。怎么了？我手机坏掉了。我是已经进入剧情了吗？我好怕死掉再重来一次欸。干。算了，我站在这边好了、啊。Hey, hello? Hello? 哇！动画了。好吵喔、哦、那边啊啊啊的。啊！没了。这是一个 demo 还是什么东西啊？需要我再把故事好好的解释给你们听吗？就是一群学生来到了一个有闹鬼传闻的城堡里面，老师讲完了所有的这个鬼为什么会在这边之后，然后那个女的就是北七水想要掉到地牢，结果遇到了罗莎尼亚那个鬼，然后逃不出去，最后就死在里面了。Understand？ 啊 ，Understand？这个不是 demo， 是万圣节独立游戏哦。这个作者没有对他的游戏做任何的故事解释，哎，好像就是真的万圣节独立游戏，然后就做出来让我们短篇小品体验一下这样子啦。好啦，就到这边啦。我觉得这个游戏我还是会把它独立上传啊，就看在他那么多的过场动画好不好？还有他偷那个克洛伊的模组这样子，
还可以啊，你们不觉得吗？看他有苦劳就给点奖励，不是奖励啦，看他配那么辛苦就尊重他一下啊。阿金的标准又降低了一点啊，我每天都要忍受观众这样子虐待，当然啦、啊、我跟你讲哦，这个游戏哦，标准再低也不会比你们低啦哦。干，非要逼我讲一些实话干嘛呢？那这游戏就已经做得这么有诚意了，还要在那边可以了吗？啊？